哎呀，这边有人唱歌。这边就是克拉克的老城区了。这边的话呢，因为在二战期间啊没有被炸毁，所以保持了波兰的这种原汁原味啊，非常具有这个波兰的特点。确实如此，我在欧洲走了这么多城市呢，那么这里面的建筑风格确实跟其他地方很不一样啊，甚至跟东欧的也都是很不一样的。比如东欧的捷克或者说是匈牙利，他们两个呢说实话建筑风格有点雷同，但是波兰最起码在克拉科这个位置确实是不一样的啊，这细节上是很不一样。而且它里面的装饰很喜欢用花啊，我一会儿有机会给大家找一找，就是它那个做拱门的时候啊，拱门的边上呢它很喜欢用花。刚才那个女孩子朝我笑了一下，我感觉很不好意思。就是这两个女孩子，这是谁在唱歌呢？